EZ 打野，哪来的？ 我对面有点疯狂啊，上单维鲁斯，哎，EZ 打野，阿普高分段，够的，阿普打不上。 野怪还在啊！舒服，起飞，在我的野区吗？这是 ？Hello， 没有，哥们，你什么路子？你倒是反我一组野啊！人呢？哥，你反我个野试试呢？要不，刚才那 EZ 打野说的很厉害的，出来我说出来看一看，真的很厉害吗？ 也确实厉害的，我摸不到他头，摸不着头脑了。我操 ，EZ 打隐身打法，这让刀哥一脸懵逼啊！ 我就说韩服王者狠吧，兄弟们！我操这！ 国服的我一猜就猜到他的位置，这韩服短短4分钟我猜错三次了，人呢？大哥，哦来了。 走你的，不用管我。40个刀，哎呀，他的移速太快，他在打草丛了，应该是。 哎呦，怎么最后秒？我专门卡他最后一秒那个闪现时间呢？哎 ，EZ， 我靠，真出现了！行吧，我以为他掉线了，说实话。
那就好。找用找 CD。哎呦，兄弟，等我，等我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我反他两组野就行了，这不他会吃塔刀，他下路的队友吃不到这个兵，而我反了他两组野。舒服的呀，哇，极致爽局，刀卡的一人响三片野区，但他的补刀又不少，我靠，我抢野怪你要干嘛？三蓝去了。这不直接不反他蛤蟆，他要去反我的蓝，但我不可能给他反我蓝，咱们这把优势不可能给他反野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不反他的野都可以，要么再打我的蓝，要么再打小龙。中单 miss， 谢小林悠悠送出的二十个情书。这零他应该只刷了个红，把中远了，这波大招正好要好。
我一点血在刷草丛，我刚才血量秒不了草丛，我还会被杀呢。OK， 完美，上票吧，还等啥呢？回家正好800加700，这出装就很流畅啊。回家都没什么装备能出了。多空点资源，准备拿个 MVP， 拿小龙，拿大龙，拿草丛好像是可以。加评分的，打野纯享吧，嘿嘿的。好，一会儿打完再把去自定义看一下，这是韩服啊，现在打的韩服，韩服是新版本，不知道那个。两个 Q 的机制还在不在？菲利欧想跑哪去？OK， 上票，拿下这一把我们的蓝刀，真潇洒！结束了，舒服，来。看一下，390分啊。